娘子亲婆坐在那你面前，从那马路还亲婆那家伙头，把狗当刚藏多些门多，东北土鸡见了香菜了罗，地生上进个了人婆去，我这跟到地娃亲婆去，而且跟谁等的周婆子，虽然的心急了的嘴，当家伙儿兄弟见了嘞，公婆弄嘞婆婆的叫着。龙多君子将出傲登桥，安子当本在阿拉索湾的，你亲的肉，谁你想啃生，家伙的头几先老一烂，你没分错小拉索湾的，公爵多半不玩心机喽。请大家为了度化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我们大家都清楚，新的一年已经到了。在新年的一开始，为了让大家能在学习大乘真见的方面真正得到利益，我想对显密学会般若班的学员们提点要求。大家要知道，我们般若班在新的一年里会学习很多般若方面深深的教典，对在家居士来说，这是一生当中非常难得的、非常要珍惜的共学机会。而这些般若法义的学习呢，需要集中心力，在安静的状态、专一的心态下呢，才能得到真正的收获。所以说，为了让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避免种种散乱，避免受染污，我想我们应该统一起来，达成共识，在使用手机啊、网络啊、电话上呢，以佛法的智慧来观察取舍，尽量减少不利于修行的负面因素。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很清楚，茫茫红尘、熙熙攘攘、各种各样令人散乱的因素啊，充斥在家修行人身边，这些违缘呢，足以破坏正见、增长邪智、障碍福德和智慧，以及障碍往生净土的质量，将会呢彻底摧毁修行人的法身慧命。到了那个时候，再后悔再苦有什么用呢？我也不想眼睁睁地看着很多修行人最后毁灭在这些上面。因此呢，为了确保在家佛友们的身心清净和闻思修行的殊胜顺愿，我真心的希望呢，广大佛友能够在上师三宝以及护法僧面前发愿，尽力减少各种闻思修的废愿，以及陆地修行，以及早日解脱生死轮回的苦海。
我想大家应该会理解我的一点好心，而且呢，我也相信团体的力量是巨大的，我们需要的就是互相帮助、互相提醒、互相勉励，这样呢，大家心连心，一定能让我们巨石工学团体的环境呢变得更加如法清净。我们在家修行的巨石啊，就像莲花种在屋里里一样，我们不能离开社会和家庭，这是我们身处的环境。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上有老人，下有小孩，还有自己的工作，当然作为一个佛教徒应该做一个好人，方方面面呢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而且呢，在家人也有人生的三大问题，也就是说学业的问题、职业的问题、婚姻的问题，这些都是一个人必然要经历、必然要解决的。但是呢，每个人都不能忘记人生最究竟的目的是解脱、是成佛。所以呢，我们的目的啊，最终是要让莲花出污泥、出水，让花呢开在虚空当中。这也是我们发很大的心来学习般若的目的。为了这个目的，处呢在世间做好本职工作，处呢处理好家庭关系之外，我们要尽量争取时间投入到佛法的文思修行当中。而且呢，就在我们全心做实践的工作的同时呢，也要全心呢不离佛法的意境。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修行的力量是很差的，所以呢，在每天当中要有一段时间避免外界的干扰，专门呢用于佛法的修学，这样才可能一点一点的长成。为了护持自己的修行，我想需要做到下面几点。其中第一点呢，就是节身实践。节身实践呢，就是要把时间尽量节省下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时间都浪费在不必要的散乱当中，比如赌博啊，观看不清净的视频，上一些网站观看一些不清净的非法的东西啊，或者呢没有必要的随便上网，甚至上佛教的话也是散乱，东看一看西看一看，或者呢玩游戏啊，看乱七八糟的轮回的新闻，看一些电视啊，或者呢浪费时间、浪费钱打电话随便聊天，而且呢没完没了的日日夜夜就是这样三三乱乱当中度时间，这些是根本没有意义的。我们需要知道，其实时间呢就是下面人生宝贵的资源。比如一块布，你做那裤子就不能做上衣，同样的道理啊，我们的时间浪费了就学不到佛法、修不到佛法，这应该是人生最大的浪费。我们大家想一下，自己在佛法当中还非常浅薄的，需要学习的东西呢是很多的，下面还有很多重要的课程都需要用时间做停稳、做思维的，所以呢需要在时间的无意义之处上呢尽量做减少，这个呢非常重要。我们从另一方面来想一下，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在大乘深深真见方面呢取得一点进步，这个呢比得到晚两黄金呢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但是呢，浪费时间用在引发贪嗔痴烦恼、增长生死上面，那不但没有任何利益，还是无意义的损害自己。因为通过上网、玩游戏啊、看电视啊、打电话，增长很多贪嗔痴的烦恼，造很多的罪业，而且三酸乱乱的习气会根深蒂固的，今生乃至生生世世相续当中种下去的贪嗔痴烦恼引发的罪业无量无边的，不是只损害这一辈子，乃至生生世世没有办法遇到正法、一心专注文思修行的。我们这样一比较就知道该怎么取舍呢。巨石呢确确实实没有很多时间，毕竟他有工作单位要工作，有很多家庭的事情，所以口口声声都是这样说的，我没有时间念佛啊，我没有时间修法，我没有时间学很多，我没有时间复习很多佛法。其实呢不是其他方面说很多做很多工作，关键就是节省时间。
这个是最好的方法，或者说你最散乱的地方减少，这样的话呢，你可以练了，可以修了，可以学了，当然都可以做得到。如果你天天习惯上网玩游戏啊，看电视，或者呢喜欢散散乱乱打电话聊天，这样的话呢，一辈子任何修法是没有希望成功的，一辈子当中连一个经一个论没有办法学好的。所以说从其他的方面给在家居士说很多没有必要，但是呢，我想每个人自己解真实践，这是最重要的问题。那么接下来讲第二点，第二点呢，就是要为自己的修行呢创造相对安静的一个环境，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佛法的一个特点就是清净，清净的法呢，只有以清净的心才能相应的，而清净的心呢，只有以清净的环境来护持的。特别是学习大乘般若法门，需要做相当深入细微的一个思维，做殊胜的观察，只有静下心来，心里不散乱才能领悟的。不然的话，连心都收不住，怎么会有心里领悟般若法呢？怎么能观照般若呢？不可能事情。所以说为了这个目的，在我们学习般若的时候呢，在特定的做思维做观察时候，需要切断外缘，在没有任干扰的情况下，一心一意的渗入，才得到真正学修佛法的功德，得到殊胜的加持。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宋朝有个读书的人，他的记性呢很差的，有一次呢偶然读到孟自立的一句话，学文自道无他，求其方行二意。他忽然明白过来了，他就说，我的心呢都不能受得，怎么能积德呢？于是呢他就关起门来静坐，有100多天就不读书，收起自己往外放的心，等到100多天之后呢再看书，依然无余的。所以说需要知道把心收回来，这个是最关键的。那么为了这个目的，自己要切断让自己散乱的因素。想一下，很多年轻人虽然有福报有三个，而且有一点智慧，能够辨别很多问题，但是呢习惯天天上网，天天玩游戏，或者呢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啊不离开，天天要看要听，这样的话肯定对修行呢起了很大的障碍。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自己要切断散乱的因素，这个是自己有责任，自己要闻思修佛法，自己要解脱，自己要成佛，自己要获得成就利益众生，那肯定自己要下功夫的。所以说要切断让自己散乱的因素，它的方法什么呢？方法就是切断电话，切断手机，不上网，不看电视，不逛街，这样自自然然安静的环境就出来了。而安静的环境当中呢，自己的心呢自然而然会清净的，心一静呢，以清净的心再去学修佛法，佛法它的特征就是清净的，那么这个清净的自自然然就出来了。所以呢第二点就是为自己的修行啊创造相对安静的一个环境。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需要非是利用，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家人为了生活没有很多时间用在文思修佛法上面，所以呢法师管理人员讲也好，或者上师们讲也好，知道文思修殊胜的重要性，但是说我们很忙啊，我们工作单位啊，家里的事情还别的很多问题啊，毕竟要照顾老人和孩子等等，所以说我们特别特别忙，根本没有把非是利用起来。所以呢要利用很多看起来没有用的事件，我们必须在比如等车啊，坐车啊，排队啊，或者买东西啊，走路啊等等很多很多的事件都要用来修行。这个问题呢没有办法一概讲，根据个人的修行情况，可以念佛啊，念咒啊，或者呢观如梦如幻等等，只要你三欲用心，其实这样利用有很大的利益。一来呢就把时间用在佛法上，增长自己文思修的功德，二来呢真这样做的时候呢可以不生烦恼，让自己的心态呢安详的。所以说在这个期间能不用手机尽量不用，对很多人来说完全做得到，不带手机或者说关掉手机，个别特殊的有特殊的处理，比如上网的事情必须使用网络下载佛经论典的电子版。
或者讲经说法的声音啊、视频文件啊，或者呢恭敬谛听、高僧大德开示，这个时候是可以特殊开示的。电话方面来讲，不能用手机、座机、大灵通、小灵通，或者呢网络通话等等所有通讯的方式啊，一般来讲就是浪费时间、浪费财产。但是呢，为了弘法利生的事业，或者呢你生病呢、啊，或者家人生病，必须通讯联络时候呢，也有特殊开示的，这个就比较方便，直接承办治病啊，或者弘法利生的事业。其他的想一下，连说话都要花很多钱，你为了钱，一早一晚都辛辛苦苦的，文思修的障碍就在这儿，没有时间文思修，还有造很多业的就在那上面，然后再说话花很多钱，值不值得？想一下，你们自己心里非常有数的。作为一个在家人，相比之下呢，确实是非常不自由的。很多说是束缚怪，不是无牵无挂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这些方面呢，自己不考虑的话呢，一辈子，尤其是年轻人啊，这个黄金时代，能够闻思修佛法，又观察的能力，记性好，可以记很多佛菩萨的加持句、金刚句的时候呢，这些都放下，乱七八糟的增长贪嗔痴，摧毁自己的生生世世。而且呢，彻底毁坏修行人发生回民的威严呢，处处在现的，没有佛法的智慧的，没有办法正式面对。所以说一开始就远离这个就好了。通常我们也说言不见心不烦的。所以说对在家居士来讲，这些方面呢值得注意，而且呢需要费时利用起来，用在文殊修佛法或者呢念佛修法这个功德上面，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第三点就是需要费时利用。那么第四点呢，就是需要节制啊，我们要记住啊，任何一种工具都只是提供给我们造增业的，我们要养成好的习惯，不能用什么都只用在正当的工作以及生活，或者呢利用到弘法利生直接利益众生上面去。除此之外，不要无节制的乱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识呢有N6的作用，有他的习惯性，如果没有很好的控制他，那么最后呢会发展到无法收拾的一个地步。所以呢需要节制，这是第四点的问题。那么第五点呢，要保护文思修的成果，这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们打个比方来讲，就像一盏灯点起来了，要防止被风吹灭。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所取得的一点文思修的成果，如果不注意，经常散乱受染污，很快就会失坏的。所以呢，要事事关心，不要散乱。这是第五个保护文思修的成果问题。那么在这个之后呢，我们会讲解种种信息工具会在哪些方面对修行造成负面的印象。在自己观察认识到种种过患之后呢，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一种非常适合自己有利于自己修行的抉择。抉择后呢，自己在上师三宝以及护法僧面前发愿，减少这些文思修的违愿，一刀砍掉种种散乱的因素，照着让自己呢相续成熟，得到真正学修佛法的功德。是这样，抉择后发愿，发愿了以后按照这样做。而且呢，发愿也不是说一辈子，我想很多事情呢说不准的无常的事情，所以呢接近一年时间不上网、不玩游戏，或者呢乱七八糟的电视或者打电话，这些要放下一部分的。而且呢，我也就分上等、中等、下等的层次，让自己来观察、选择。选择好呢，一定要三宝和护法神面前发愿，比如绝对呢不做赌博的这些事情，或者呢绝对不观看任何不清净的视频啊等等，这些方面是必须做到的。做一个真正佛教徒，通过手机啊、电脑啊、网络啊等等的方式来刷，没有什么意思。所以说很多方面呢，首先呢通过道理分析，然后呢根据情况选择，选择后呢按照发言那样必须做到。这样的话呢，我想佛友们彼此帮助啊、彼此提醒啊、彼此断恶行善方面呢发发愿啊，或者大家共同创造一种真正清净的佛教的团体，交流佛法，成熟自他相续，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佛法的教材你只是夜夜看啊、听啊，这些都是完全可以的，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呢，网络时代这些呢能够适用到文思修的方面是最好的事情，这些呢有特殊的开示。但是除此之外的轮回的兴奋啊、增长贪嗔痴的、增长杂念、增长散乱的，
做一个佛教徒，真正要闻思修佛法，做这里利他的功德的话呢，这些是必定要放下责制的。我想每个人对自己呢有最大的责任，所以呢种种的过患呢，我比较啰嗦的方式，下面没有什么次第性的，逐渐逐渐讲。我们需要知道，施用受记对一个初学来讲，完全和说秀的法呢是相位的，所以我就讲一下施用受记和说秀的法相位。我们从修沙门开始，一直到修深圣的法门，施用受记都是修法的严重违愿。比如你一边修沙门，一边违背沙门的教言，修沙门是要在心中如理升起，珍惜人生的心。我们相续当中呢，很长时间习惯的随意浪费时间，随意浪费生命，遇到佛法才有改正的机会和方法。我们举例来说一下，在生坐的时候，心里在圆坐下呢，难得的体相差别，树木观修，但收集铃声一响呢，你的心呢自自然然就专注在收集上，心里马上就会想，是谁给我打的电话呢？是不是有什么机子呢？等等。尽管你人还在座位上，其实你的心呢早就已经专注在你所需要处理的琐事上，甚至再去看表，希望马上修完这一座吧，或者呢干脆下座去接电话发短信。我们大家都有自证啊，都证明自证，想一想这样的修行是不是装模作样呢？想一下这是不是受记给我们带来的障碍呢？过去的修行人都没有用受记，不是照样可以成就了吗？如果我们不用手机，是不是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节省许多时间？其实我们用手机的时候心里很清楚，真正用在佛法上有多少呢？用在利益众生上有多少呢？对改变心相续起了多少作用呢？我们修法的习气是很浅薄的，但用手机的习气呢却是很深厚的，连最初步的下慢都修不成功，想修出一个成就来，那可真是天方夜谭。所以说必须要知道，毁坏我们先前修习最大的障碍就是周记，而且还需要知道，连沙门修不出来，那出离心就更不用提了。为什么呢？因为出离心就是看破三界的，连天宫那样的妙语受用都觉得毫无意思的，连大梵天王、地势天王的王位松上们都没有兴趣的，何况是一个小小的收集呢？还有我们需要知道，收集就是三乱的源头，对我们修行没有成就的人来说，收集只是增长恶趣的因缘。为什么我们还想包被一样的紧我不放呢？这不是完全违背自己的修行吗？而且呢，生用收集会是自己持戒的极大的违愿。所谓的持戒，说白了就是要收好自己的身口意，不以犯戒的罪垢染污自己的心相续。但是一个人用了受记，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就会增上烦恼，造很多的罪业。有不少因为用受记互相联系而毁坏戒律的例子啊，这些事情都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一方面呢，受记的目的就是为了约束身心，不让身口意造恶业的；另一方面呢，又使用受记呢染污自己的身口意，这是又以摧毁自己的戒律，完全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戒律就像如意宝一样的，是我们最庄严的美色，是无价的珍宝，是生生世世安乐的源泉。如果拥有一颗宝珠，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态呢？是不是事事保护它呢？生怕被别人偷掉，或者呢被灰尘染污，谁会故意自坏如意宝珠呢？谁愿意让清净的宝珠变得污秽不堪呢？同样的道理，我们的戒律就是如意宝珠，我们不应该让它受到染污。用手机打电话，用手机上网，用手机呢听流行歌曲，或者呢看影片，或者呢就看不清净的图片，甚至呢拿手机来聊天啊，或者呢就是谈很多很多时间迷乱的话题，说一些贪嗔的语言，这些都是呢增长贪嗔痴烦恼的，而且呢自己释怀戒律的因缘。在一般人的手里，收集根本没有成为利益众生以及正常修行的工具，反而成了让烦恼和不清净的业呢成倍增长的工具。大家都知道，现在全世界上的人呢，上网的用途呢80%呢都用在
光顾舍弃的内容上，大片的冰毒呢腐蚀了人们的心灵。贪嗔痴本来就是人内心深处的三毒，而网上的迷乱的信息恰恰就是强烈滋生三毒的土壤。所以说网络就是最容易毁坏心相续的高危地带，必须要这样来理解。我们现在的心呢是干干净净的，这是一个人最宝贵的、最值得亲信的地方。但是要知道自己是一个轮回的凡夫，业障深重的众生，什么样的烦恼种子都有，一旦遇到这些像魔王一样的文字、声音和图片，那就可能彻底断送了自己的慧命。是一般人没有意义用手机打电话，或者呢就是上网等等，这些呢确确实实可以说就是绝地的红碎。哎，有人回想，用个手机没有那么严重吧？哎，你的说法是不是杞人忧天呢？这是你没有好好观察业力增长光大的规律。尤其现在这个时代啊，科技每到一个新的阶段，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会造成社会人性的巨大裂变，它有很快速的连锁反应、无形循环和大面积的传染效应。举个明显的例子来说，中国到了70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电视，不到10年，电视呢已经普及到家家户户。开始的时候呢，大家都认为家里有一台电视，给生活呢增添了很多的乐趣。电视里呢有很多很多精彩的节目，一打开电视就知道世界各地的情况。那个时候呢，在人们的眼里，电视就是人类的一项杰作，把它呢当宝贝一样看待。那我想当时如果有个人说电视就是魔王，肯定会遭到人们一致的反对，不是堪称是疯子的语言，就是认为这个人是一个死脑筋，思想那么落后的，一点不知道精梗世代。后来电视的发展就非常快了，而且呢信息量呢高速增长了，从一个频道增到30-40个频道，从2-3种节目呢增长到成百上千种。经过几个月的传习之后呢，人就乖乖的成为电视的俘虏了，每天晚上都守在电视机前。他让你笑你就笑，他让你哭你就哭的，他让你愤怒你就愤怒，他让你唱你就开始唱，他让你弹你就会弹。可怜的人呢，就这样的被一种虚幻的假象所摆布了，丧失了自己独立思考的一个能力，丧失了一颗纯洁无染的心，而且呢发展到不看电视就无法过日子的地步。多少人一生大量的时间都是在电视机旁边度过的，人生的时间是那么宝贵，本来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弘法利生等等的种种的事业，一有了电视就让人的心呢散乱成性。我们就知道死也来自近身，而电视就是一个事情奇贵，它会让人的心智呢发生很大的改变。有的时候呢真的难以想象一种物质的魔力啊有这样大的力量。在电视进入家庭之前呢，人还有自己正常的生活，还有时间进行独立的思考，包括对家人朋友在一起相处的机会也多，人与人之间有交流有人情，总之生活呢有一种淳朴安静人本性很直接的流露。但是呢电视看多了，电视看旧了，人的淳朴啊善良等等就会逐渐逐渐的消失。在很多人的身上都出现了明显的电视中毒的症状，比如人变得只愿意看电视而不习惯也不愿意和人交往了，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交流越来越少了。电视在指导人的思想和行为呢起了很大的作用，包括父母亲啊或者老师的话根本不起作用了，各类消臭啊都在电视上散布贪嗔痴的言论，公开呢现实人性的丑陋一面。人跟着电视呢很快就学会了虚伪，学会了欺骗，学会了放纵烦恼，各种奇奇怪怪的行为，各种奢靡的生活方式，各种暴力啊色情的节目啊不断度化人性，造成人心冷漠，人心邪恶，社会风气道德水准啊迅速的划破了。数以亿计的人呢最后都在电视前迷乱了，沦落了，
丧失呢人本有的天真、良知和智慧的。不知道大家观察过没有啊？对电视上瘾的人呢，总是呆呆地坐在电视机前。你问他为什么你不管节目是好是坏，天天都要看呢？他会说：“这就跟吸烟、喝酒啊、看报纸一样，我已经养成习惯了，我离不开电视呢。”他的答案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一个好好的人就会完全被电视控制了、愚弄了，被虚幻的光阴呢埋没了、毒害了。所以呢，才十来年回头再看，魔法时代的毅力呢太重了，一个小小的电视呢已经把全世界的人呢都一网打尽，几十亿的人呢都迷进去了。这种工业一旦形成潮流，那就成了无法收拾的局面。的确是这样的，从上面的例子呢，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业的增长光大的现象。所有有智慧的人呢都应该懂得方为杜渐的道理，在一种不良因素刚刚露出苗头的时候呢，就要迅速的切断，不然等它发展成气候就无法控制了。这个就像雷电毒素啊，侵入你身体内，如果不能迅速遏制，那么很快很快就会漫步全身的，把人呢毒死的。那么我们知道，目前人类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它的染物信息量、影响面和对人类的危害的程度呢，已经远远超过了电视。我们应该观察到，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染物的来源，这是一个人让心象去毁坏的最高危地带。那如果这股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呢，最终人类会断送在网络上面。所以呢，处在这种形势下，每个人呢都要好好思考一番。接下来我们继续讲，用手机或者上网就是对初学者修行的大的一个障碍，来讲这个问题啊。比如我们在学过一段法义之后，特别重要的就是自己下来时要反反复复的自问，把听到的佛法的意义呢融会贯通，真正消化在自己的心里。那么思维就需要有个安静的环境，在没有人的接近的地方，远离人事的干扰，才能静下心来，自己的心呢圆在佛法的意义上，从方方面面呢相胜的观察，尤其是那些深圣的法、微妙的法，对心态的要求呢更高的。如果心里不集中，连在心里一念一下都不可能的，不用说深入展开，更不用说集中思维的获利突破难关。如果我们试用手机，或者呢在家里安电话和外界有很多联系，那在思维的期间来一个电话，就会把思维发彻底打断的。等到通完电话，翻滚一下自己的心，就知道心神呢早就已经移动了成百上千次的，再拿回来需要做很长时间的一个假性，才能安下心来继续思维这个法义的。如果在一个下午当中连续来一个四个五个这个电话，那整个下午呢已经七折八扣的，什么思维佛法也做不到的。假设在谈话的时候动了烦恼，那么有可能一整天都处在不极静的心态当中，久久不能平静下来的。很多人呢还意识不到说话和心态有极密切的一个惯性，口一动心就在动，只要口没有愿在佛法上，语言就不激进，语言不激进心就不会激进的，不需要多久就会让心态呢发生很大的改变。打比方来讲，比如有时候我们念诵修法做得很精进的时候呢，心里呢就会出现安详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一打电话说了时间的杂欲，那么这些角色呢很快会消失的。所以说大家要记住，话说多了心就会散。在《藏阿含经》当中也说过，出家修道著说印心，凡有二耶，一曰现身降法，二曰现身摩然。佛陀也告诉了弟子啊，修道人在欲业方面呢，要么讲经说法，要么就是默然用功。
但是呢，用了这个收紧呢，确确实实就是增长区域的应用。那这个地方呢，大家一定要观察清楚，收集是什么呢？收集就是提供你随心所欲所其余的造业的一个工具。如果我们不用受记，不在家里安坐记，只是有重要事情的时候呢，才使用公用电话，这就是很好的保护心相续的做法。因为这样就约束了我们的心，无形之中呢，控制了其余和有欲愿之盛的黑夜。那么相反，一般有了手机，有了座机电话，就给其余呢打开了方便之门。我们要知道，造业的工具就是形成业力的重要因素。比如杀生习气重的人呢，禁止他带枪啊、拥枪，就是切断他造杀业的途径。如果放任他带枪，他一摸到枪就想去打猎，就是这样一个道理。用收集也是这样的，自从收集普及之后呢，人们呢随身带着收集，心意不离的，上车的时候呢打收集，下车的时候呢打收集，排队的时候呢也打这个收集，甚至上厕所的时候也打收集的。收集呢造成的结果就是口业加倍的增长，甚至人呢失去了自控的能力，散乱性呢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如果在一个清净的道场开许大众使用受记，或者呢家里安坐记，那么达成习惯了，受记肯定就是天天放在包里，而一出金汤的门就拉出受记，这是肯定的。一拉出受记呢，就是边走边打，打惯了就成了外表上这个出家人的形象，里面呢是在家人的相续，这就是彻底失坏了出家的意义。那么有人谈到打电话对他修心造成的影响，他就是说，有一天我正圆着一段法义，是为轮回的过患，一想到自己无私依赖沉沦在生死苦海当中，内心呢变得很沉重，变得很悲哀。这个时候呢来了一个电话，我说了一些实践的话语，我放下电话再翻滚自己的心，悲哀的心情呢早就已经离我而去了，落智的颠倒呢又重新覆盖了我的心，以后呢我没有升起过那样的三心的状态。那么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对于初学者来讲，最好不要和实践的杂然因缘接触，大家要观察这其中的道理，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心和性之间有相互的作用，对方的意愿呢可以直接影响自己这个心态的。我们和世间人接触多了，他说的他想的多数就是和修行无关的内容，而自己是个初学者，心相续你的世间的习气也是很重的，所以说一谈起来呢，大多数呢就变成世间增长贪嗔痴的意愿。比如说你在修处理心，观轮回是苦，再再的观修所缘境，心的呢就会开始想严厉的方面转变。但是呢，如果在刚出现微弱的变化的时候呢，又打电话谈论轮回相乐的事情，那么就成了毁坏修法让觉受呢消失的一个因缘。我们谈实践的话题的时候呢，心曲勃勃的，谈之心呢先性很强的，不知不觉当中呢，修法所出现的那一点活性呢就会被颠倒分别的大风吹灭了的。或者呢，我们经过几天的四周转修，心态上呢出现一点点清净的状态，一打电话和家里人联系动了感情，马上呢情绪就变得杂乱。或者呢，我们在和可爱的对金童电话的时候呢，容易动贪心；或者呢，在和不可爱的对金童电话的时候呢，容易动嗔心。而且呢，随着交谈实践法呢，会升起各种各样的不清净的心态。还有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四周念佛啊，需要护好心，不然就没有多大的效果。很多人呢，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在同电话时呢，动了贪嗔，或者呢散乱，或者呢方逸，随后呢在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当中呢，这些烦恼的心所呢一直就是起作用，结果呢数量上呢看起来念了不少，其实呢要找两三句念的清净的也没有呢，连打电话
都是这样的，何况在网上面散乱呢？一个人在网上散乱，只见到他相续你的染污念头呢，起伏不断的，夏那王就会发现身心已经受了很大的染污，这样还没有修到一点点佛法的东西呢，已经溃了一大半了，到哪一天才能修成佛法呢？非常非常困难。总之我们要知道，打电话呢最容易受感染，对方是什么样的心态，谈的是什么话题，心一和他同步就开始北转了。我们也要知道，现在真是修行人呢不算多了，即使是佛教徒一般口里也不会去谈佛法的，不会去说苦空无常无我等等，多半呢愿意谈世间的杂话，所以呢打电话呢自会障碍修法。那么以上讲的内容呢，下面我们再做一个小的总结。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叫做修，然后呢才明白思修的时候呢用手机就是背道而驰的颠倒行为。那什么是修呢？就是要让心呢持续安住在三法的所缘境上面，绵密的护持，不让它间断，这个就是真正的修。如果我们相续当中没有颠倒心，那用不着修心。修心就是要把颠倒的心呢专程不颠倒，这就要用很大的功夫才能真正奏效的。这个颠倒的心就是指我们是不自在的，我们是随着自己的心转动的，而心呢又是跟着烦恼等等的障碍发起罪恶的。修就是要让心呢随自己自在，能按自己所想那样安住在三所缘当中。现在看清楚这个所缘，这里有两个方面，一种呢就是修法的一个善所缘，一种呢就是违背修法的恶所缘。如果我们能把所缘经换成所修的善所缘，那么久而久之就可以改变原来的心理习惯，这样呢才能升起修量。为了到达这一点，就要在安静的环境里，不受外缘的干扰，持续的传心，就是下坐的时候在心住坐卧四众位移当中呢，心里也要尽量圆住所修的内容。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打个比方来讲，一壶水要烧到100度才能开的，如果中间稍稍停停，刚有点热又冷却，这样烧到哪一年才能烧得开呢？同样的道理，如果用手机和外界联系，那么心一环所缘境所修的那一点呢很快就会消失的。佛在正法年初经当中说道，尽情修心则得见离，是故应当旷野寂静，一心正念，利于一切多以言说，一切清修智识来取相见。那大慈大悲的佛陀就说，精进勤奋的修心就能见到正地，所以呢应当在空旷寂静的地方，其他世界的想法完全放下来，只是一心正念，远离一切多疑多厌，也远离一切庆祝过去曾经人事的这些人，又远离一切较劲淫臭互相串闷闲聊等等。还有呢，佛在阿含经当中也说到，乃至成就善明，灭除暗明，得达智明，皆有尽情修息，乐精度居，专念不休，自所自业。意思呢就是说，乃至成就召见过去现在未来诸法的三种命，灭除无命的欲安，得到大智慧的光明，都是呢精进的修行，欢喜即经度处，遵循自治，持续不间断而造成的。讲得非常清楚。还有呢就是我等大慈释迦佛又在一教经上面就说到，行者自责易除，无事不办。也就是说，能把自己的心呢专注地投入在一个地方，那没有事情承办不了的。今天就讲到这里。所能的一等将走八年同年你陪着那本学将几个南七万龙之吧这边做年转转生活
请大家为了度化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紧接着我们讲的呢，就是三济时代的来历。三济呢，中文含义呢是指第三代数字通信。在1995年，文殊的第一代摩尼受记，也就是一记，只能金星玉音同化。然后呢，在1997年呢，出现的第二代数字受记，也就是二记，增加接收数据的功能，比如接收电子邮件或者呢网页。然后有第三代就是三记。第三代呢和前两代的主要区别呢，就是在传输声音和数据的速度上的提升。它呢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更好的实现无缝漫游，并能流畅地处理图像、音乐、视频流等的多种媒体的形式，提供包括网页浏览或者呢电话会议、电子商务等等多种信息服务。三 G 手机什么时候开通呢？根据官方的消息来讲，明年会覆盖各个省会的城市。说明年呢，大家都知道，再过个十几天就到了明年了。所以呢很快就到了，然后呢猴年会在全国全面铺开。第三代手机产生之后呢，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呢收看电视、电影、音乐节目，无论在房子外面还是在房子里面，不信的或者是清澈的，都能高速的上网，速度呢包括估计能达到现在电脑宽带上网速度的3到6倍。所以说上网的速度呢远远超过现在的电脑宽带。那么我们知道，在1995年出现的第一代模拟手机只能进行语言通话，而1997年出现的第二代数字手机增加了接收电子邮件和网页等的功能，但是呢不能流畅的
处理图像啊、音乐啊、视频等等。到了第三代受尽，大家不能把它呢理解成这是一种同化的工具啊，其实呢这是一种功能高级速度极快的多媒体收据。收据原来只是一台移动的电话或者呢接收电子邮件网页的工具，现在呢发展到第三代了，已经全面升级为既是一台微信电脑，又是一台微信电视机，也是一台音乐播放器，又是一台网络浏览器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给大众开始用手机，那就等于放任大家随时随地看电视、看大片、上网浏览，或者是打游戏、听音乐、聊天等等。这样三 G 收集的信息频度呢，就会像洪水啊、决堤一样，涌入修行人的内心深处。在网络信息大量的、高速度的熏染下呢，要不了多久，很多凡夫众生的心相续呢就会染污的不成样子。这种染污心系的侵入速度呢非常惊人的。比如说一个人生活在这个山沟里，和外界不联系，平常呢看到的只有高山、白云、金汤和几个相识的人，生活非常单纯。在他一生当中生气的染污念头总共加起来也比不上一天上万生气的染污念头多。然后呢，我们再从摧毁三根的角度来说，使用三 G 手机非法上网，短时间内呢就能摧毁多界修行积累的三根。我们学的论点常常会说，诚心和邪见是破坏三根的极大力量。现在应该看到网络的负面影响，因为网上呢有大量的因法贪嗔痴邪见的精神病毒。人在上网的期间呢，没有以真知真念包裹住自己的内心，有多少个刹那生气呢贪嗔邪见，或者呢生气呢三乱性、嫉妒性、精神性、诽谤性等等的烦恼，那就播下了那么多的恶趣的种子。而且呢当时因法的烦恼又多强烈，烦恼持续的时间呢又多长久，将来多在三恶趣里呢所受的苦难呢就有多深重和漫长。我们知道佛告诉我们要把因生贪心的对境呢堪称是毒蛇一样，堪称就是魔鬼一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接触这种对境，因生烦恼，会毁坏心相续，断送修行人的法身慧命。现在我们大家想想看，上了这个网络一不小心就会引发多少烦恼，引起多少不清净的念头，算算它的数量、种类、强度和后果，我想相信因果的人都会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对境，就像吃人的魔王一样。还有呢，我们学过戒律的人都知道，在戒律当中呢，要求出家人到城市的时候呢，要远离王宫、妓院、屠宰场、赌场等等的地方，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啊，一到这些地方很容易导致犯戒破戒，就像一个病人必须要远离触发疾病的因素，过冷啊、过热啊、食物不当啊等等。现在我们在观察这个网络上的情况，在网络上呢充满了引发你堕落的陷阱，只要在手机上按几下就可以进入网上的妓院啊、赌场啊、是非场啊、言论攻击场啊、气欲场啊等等。在网上意识迷乱的程度呢比一个人在大城市里要严重很多倍的。所以说手里有手机确确实实就是危机四伏的。这就像腰包里装了一个等待引爆的炸弹一样。讲到这个时候呢，有人会说，网络上虽然有很多很多染污的信息，但也有像佛教网站那样清净的信息啊。只要包握住自己，上网就成了一种有益啊、有功德的事情。很多人也有同样的看法。我想每个人应该反问自己，有多大的自控能力？比如你到一家大型新华书店，里面书山书海，佛教书籍呢只占极少数。你进了书店，是规规矩矩的只看佛教书，还是控制不住自己，什么书都要翻一翻呢？或者
里面摆了各种挂历，既有佛教的挂历，也有很多迷信的挂历，你心里一点不沾染吗？或者呢，到了一个城市，除了佛教寺院之外，有各种实践的商场啊、饮食店啊、公园、娱乐场所啊等等，你是很老老实实的只在寺院的范围内活动吗？从理论上来讲似乎很容易做到，但实际上呢，人一到了那种环境呢，十有八九就是内心根本控制不住的。这个问题呢，我讲一个道友的心里话就知道。有一个佛教徒呢这样说，我虽然学佛多年，但是呢一上网还是觉得那些事件的内容呢诱惑力大，总想去新闻网页看看最近哪一个国家元首说了些什么，哪个明星出了什么新闻等等。一上去之后呢，半天都下不来了，忍不住还要想去看看那些美女的图片，就像国内外的大型网站都是那用美女的照片吸引上网者的眼球，而且呢在网站的首页就出现了一些不清净的内容。大家要知道，现在网站的经营理念就是呢眼球经济，也就是注意力经济，他的想法就是最大程度的把人呢吸引到他的网站里面来，这样他就有利可图了。怎么达到吸引人的目的呢？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呢迎合人的欲望，所以呢他就专门要用美女和暴力的内容来吸引人的，就像钓鱼一样，在鱼钩上呢挂上一些诱饵，鱼就上钩了。一般的凡夫有烦恼的种子，有非力的作业，如力作业基本上等一等，或者呢非常非常微弱的，网上出现一些随身升起烦恼的图片啊、内容啊、声音啊、节目啊，和凡夫的烦恼种子以及非力作业一合合，马上就上钩了，几乎没有一个人逃得掉的。所以呢必须要提醒正知正念，特别要小心。这以上我们就知道了三级时代的情况，而且呢对一个修行人来讲呢，在这些方面呢确确实实提前就需要注意。以前呢背书也很好，文字也有兴趣，对上师、对道友或者呢修慈悲心啊，很多方面非常不错，但是呢一旦非法性的方式上网打电话，追求一些名为利啊，追求一些钱财，然后呢自己把自己呢彻底搞坏了。过几年以后，脑子里或者心相续的东西一想的时候，自己都想我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呢，后悔也莫及的，不如现在就需要注意。我们道友给我说这样的，你管不下去吧，全球痛了。那我说不是全球痛了，对你来讲包括三个区，尤其是地也已经痛了的，所以不注意的话，地也的因素就在你手里，就在你颜面，就在你头脑里，就在你心相续种下地也的最根本的一个因，所以特别需要孝心，特别需要提醒正知正念，这是一个问题。接下来我讲一个网络成瘾的问题。中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在全国13所高校的最新调查显示，大学生网络成瘾的问题呢日趋严峻，中断学业的包括退学啊、休息啊等等，中断学业的大学生呢80%都是因为网络成瘾，他们对于网络的依赖呢比高中生呢还要厉害。影响调查显示，全国青少年网瘾比例呢13.2%，其中云南呢网瘾严重程度最高，比例呢高达27.9%，北京呢排名第二位23.5%。那想一下，全国这么多人网络成瘾的问题呢是这样观察下的结论。所以呢我们一个初学者，文字也不好的，福报有限的，自己靠自理要摇头生死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再去接触这些的话呢，那想一下，确确实实一辈子当中呢造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罪业，在那个时候呢确实这发个愿，哎呦，下辈子不要成这样的人呐、啊！下辈子一定要成个旁生，旁生不会去用网络造多少业啊！所以说，确实有比较因果的学术上面来观察的时候呢，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存在。而且呢，我们还需要知道网瘾的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呢，总是想着去上网；第二个特征呢，每当互联网的线路啊
北下短，或者呢由于其他的原因不能上网的时候呢，会干到不安，情绪呢低落，或者呢无所适从。然后第三个特征呢，觉得在网上呢比在现实生活中更快乐，或者呢更能实现自我。这就是网瘾的三个特征。如果这些相续当中已经有这样的状况的话，我估计你回家都不踏实啊，天天想跑到工作室，或者是天天想在网吧里面度日子，会这样出大的问题。所以必须要首先理解这些，首先看到这样大的危险。那这些问题确实需要注意，否则的话，你一旦进入那样，已经有网络成瘾的话，那就非常非常可怜了。我们举个例子讲，就会明白。首先呢，就是网瘾少年戾气跳漏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天津有个13岁的男孩，他叫张孝义，去年12月27号在网吧上网36个小时，也就是说一天一夜再加一个大白天，这个时间，这个之后呢，站在一栋24层高楼顶上，双臂平伸，双脚呢交叉成飞天的姿势，终身乐器朝着东南方向的大海飞去，他要去追寻网络游戏没收争霸中的那些英雄朋友。张孝义死了后呢，留下了8万字的网友笔记，从他写的笔记当中呢，能看到他已经呢分不清楚什么是现实，什么是虚幻了，甚至呢跳楼也和游戏笔记当中的情节惊人的相似。有关人士评论说，中国的网游产业存在严重的产业道德问题。成立网游并不完全是由于个人意志力薄弱，而和网游产业的销售模式直接相关。那么网游产业的经营之道呢，是一种制造成瘾机制，以成瘾心理呢作为经营动力的模式。在利润的驱动之下呢，网络游戏产业界呢，从游戏的设计和运营到相关产业链条上，都迎合了玩家的成瘾心理。比如采取女人代言人呢，或者呢女人玩家的方式吸引眼球，还来关注呢某个中学有位老师叫做秦老师，今年7月份因为玩游戏啊被学校开除了，后面呢记者见到他。那个时候呢，他正在家里玩游戏，60岁的老母亲呢在旁边呢唉声叹气。秦老师呢向记者介绍了自己的经历，有一次呢他下载了一个四国再战的7类游戏，一晚呢就上了瘾，常常呢整夜整夜的泡在网上面，杀得天昏地暗，以至于好几次都把上课的事情忘了。后面呢被学校开除了，被开除之后呢，他这几个月也没有去找工作，他说要过足游戏瘾，然后呢就戒掉，再找一份工作好好干。记者呢就问他还有多久才能过足瘾，他想了想说不知道。过后呢他叹了口气，我是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真的想永远活在网络里面。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凡是吃于网络的人呢，就好像吃了鸦片一样的，每天都必须有固定的时间在网上度过，否则呢就会寝食不安，心神不定。由于过分的迷恋和依赖网络，他往往变得孤独而不合群，不想寻求职业，个人财政呢濒临破产，有这样的危险性，的的确确需要知道。那个地方有很危险的悬崖，你说我爱去挑挑悬崖再看一看有没有危险性，不是这样的，这是愚人的行为啊！有智慧的人首先观察有危险性，那就是不能去了，不能挑悬崖的。同样道理，的的确确首先必须要了解这些，不然的话呢，现在年轻人他的脑子里非常危险的，真正佛加持的机会是很少，但是天天呢魔在做加持一样的，所以这个脑子是非常不适合的，确确实实容易成为网络成瘾症的身份啊。所以网络成瘾症呢，以我们佛法的眼光来讲，这就是人类的贪欲在网络环境里快速现行，快速膨胀。当烦恼的强度啊超过一定限度的时候呢，就像弹簧拉得过开再也收不回来一样。网络一个毒害人的因素是它
能无限的满足人的欲望，这种没有限制的先行烦恼可以让人呢完全偏离贵道，最终呢把人呢缠死在网上面。我们需要知道所谓的魔就是人海发生毁灭，那么其中有一种追度的手段，就是把你的贪欲呢挑起来，让它一直不停的现行，不停的让它增长，这就是从内心这个最根本的层面呢毁坏人类。一般我们能理解肉体方面的残害，比如让一个人在烈日下不停地往前奔跑，一直到累死为止，这样的事情呢虽见了都觉得残忍。对于内心世界的事啊，我们没有很好的观察，其实呢后者呢远远超过前者的危害。为什么呢？因为呢它让你的烦恼不断地现行，最终呢不只是毁灭一世的人生，而且呢以猛烈的此生的烦恼会在无数劫当中沦落上去当中。打比方来讲，比如20年前一个县城里面只有几家电影院，每天只演一场，而且呢3天换一个片子。虽然很多人爱讲电影，这个贪爱也是烦恼，但是呢因为选择的范围小，生探的次数只有几次，所以呢还不会严重障碍正常的生活工作，不会对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呢网络上单单是电影这一项，影片的数量呢超过了上万部，品种繁多，应有尽有，什么国产片啊，什么国外片啊，或者戏剧片啊，爱情片啊，武打片啊等等，你想看什么都能满足你的欲望。这样呢就可以从早到晚没日没夜精心的看，一个愚界的众生呢真知正念那么微弱的，一旦进入这种高位地带之后呢，就会像恶夫服侍一样，让贪欲呢无节制的膨胀，这真是一种悲哀残忍的事情。好像魔王这样在说，你不是有贪欲吗？我让你贪，一直让你贪到消尽福德为止。本来念动一念烦恼都是呢顺因得消福的上身体的事情，何况是千千万万次的起心动念，到没有力量起心动念的时候呢，一个人也差不多就要被扔到深而去的万丈深渊里去了。这其实呢比把一个人如马分尸还残酷，它能分解你的内心，一旦内心呢被分裂之后呢，会在千千万万劫当中呢得不到下面人生报。然后我们再继续讲，16岁少年患严重网络成瘾综合症，是干沦陷网友的一个问题。情况是这样的，有一位李先生对记者讲到他的孩子上网成瘾的事情，他就说已经有2年了，我们骂过也打过，退了学去看医生吃药，可他这个病呢一点起色都没有。现在呢他一上网就没日没夜，没人关心那就不吃不喝，一旦离开网络就精神萎靡，脾气暴躁，还伴有一些强迫症的症状。李先生呢告诉记者，16岁的儿子好好肯定是得了网络成瘾综合症，2年来家人呢遍寻药方却没有任何结果。对于父母的召见，好好却呢表现出了逆中态度，他认为自己并没有上网成瘾，是父母无法满足他的需求，导致他无所事事，最终呢只能上网消遣。他的症状就是除了睡觉就是玩电脑。李先生家呢住在中山公园附近的一个新建的校区，好好母亲呢把记者呢带到好好的卧室，记者吃了一惊，雪白的墙壁啊被锐器呢刮得斑斑驳驳的，锐器呢被强大的外力深深地按到墙壁当中，刻下了很多个像蚊子那样的图形。然后呢母亲呢揭开床板上包裹的画布，在床板上呢整个人造革的外表呢被划开了，斑块人造革呢不知去向，扭向了黄色的海面的内胆。在母亲的指点下呢，记者在其他的角落内呢也看到类似的破坏痕迹啊。母亲呢告诉记者，这就是当时为了帮浩浩戒断网瘾时，浩浩呢大发脾气之后留下来的。
随后呢，记者又来到好好的书房电脑里面呢，正运行着一个飞行战争的游戏。在电脑椅上呢，记者发现了一条黄色的被褥。母亲告诉记者，为了节省下穿衣的时间来上网，他平时呢都是呢大直播睡觉的，现在就过上被子直接坐到电脑前。那么李先生呢谈起儿子成瘾的过程，他一张嘴就先谈起初中在学校住宿的时候呢，他翻墙上网吧，为了让他回到家里，我们在家里呢安装了宽带。刚开始时候呢，他一天最多玩10个小时，可是现在只要还能保持清醒，他就一定要坐在电脑前，一上就起码是一天一夜。由于孩子没日没夜的上网，李先生夫妻俩呢每天都要将茶水啊饭菜啊端到孩子的书桌前，否则呢孩子呢就能一天一夜一滴水都不喝，一口饭都不吃。母亲说，一旦离开了电脑，然后呢就会无意识的嘴里呢念念有词。在这个时候呢，父母亲和他讲话，他都呢置若罔闻，直到半个小时念完后呢，他突然抬起头询问，你刚刚问了什么啊，到这样的地步。还有呢，就是在互联网普及的中国啊，网络不仅成为大学生学习和娱乐不可缺少的工具，还带来越来越多的网络瘾君子。比如合肥工业大学有个区校会，白天在宿舍睡觉，晚上呢去网吧上网，他呢饭可以不吃，但是呢网呢不能不上，一天不完呢他心里就很痒，像丢了魂一样。区校会在虚拟的世界里啊，过五关斩六将，获得快慰和满足，但是呢在现实的世界当中，成绩呢却一路下滑。到上学期末，已经有7门功课啊红灯高悬，拖欠学分呢高达21分，差10分就要降级。他自己说，玩多了也会自责，觉得呢对不起父母，因为家里是农村的，为了我上学还借了2万多元债务。可是越是自责呢，越想逃避，越愿意躲到网络的虚拟世界当中，忘记烦心的事情。徐小辉觉得网络就像精神的鸦片，一旦上瘾了呢，想戒除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想一下，一般的一个初学者反复，自己也非常了解自己是深者还是反复，反复当中是达成资粮道的菩萨，还是加心道的菩萨，或者是一地菩萨，或者是八地菩萨，或者是马上成佛的一个修行人，或者是真正一个高僧大德再来娑婆世界度化众生，现现很多诱惑来利益众生，是哪样的？一个都不是。自己知道肯定自己就不能去做这些，一旦忘了因的过失在自己相续的话呢，这辈子当和尚是非常困难的。还有呢，就是持有网友比吸毒还危险，网吧呢被戏称为大烟馆。那么这个问题我们简单讲一下，在世界上呢，互联网普及率呢最高就是韩国，在韩国呢家庭宽带接入的比例呢就是1/3，远远高出美国1/3的比例。然而呢，也正因为如此，韩国人呢为世界啊描绘出了一幅可怕的未来景象。美国有一篇文章报道上说道，有个韩国人李成色，28岁，戴着眼镜，身体瘦弱，白天他是一个普通的过路维修工，到了晚上呢，他脱下制服直接就走进网吧，一晚就是整个通宵。李成色玩游戏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最后呢被老板解雇了。之后呢不久的一天，他才忘了游戏没收时间里游戏呢50个小时，然后呢他一头栽倒在地上了。几个小时后呢，李成色呢死了。我们思考一下，是什么造成了网络成瘾，为什么自己无法自拔，包括家长老师的劝告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呢？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目前也有很多心理专家在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呢总觉得他们的分析呢击不中要害。很多人呢持两面的观点，有的呢认为有害，有的呢认为在合理的限度内呢玩游戏有益于身心健康，有各种各样的观点，让人呢很难产生决定性的一个认识。
我们需要知道，其实呢，只有佛法才能让人洞察真相。我们学光明时候曾经很多次强调过，心欲心暗，前前是因，后后是过，那是一条把人心钻入先善的正路。那么现在从翻面看，欲就是邪的欲，心就是邪的境界，同样是一对因果的惯性。目前我自己的看法就是，网络上的电子游戏或者是其他的节目啊，让人的内心呢得到一种快意和满足。那么我们注意，就是在这个时候越享受越增贪欲，这个贪欲一直往上增加，可以导致呢成天成夜不下望。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呢，就是贪心所，或者说欲心所。在现实生活当中，对一个普通凡夫来说，没有什么充分的条件让他的欲心呢充分的膨胀。但是呢，现在的网络呢可以做到这一点。本来我们凡夫心里的贪欲心所是不能发展的，这种贪欲一过量，人就被毁灭了。而这个网络上的东西，尤其是电子游戏，它可以强烈的持续的刺激欲望。在贪欲的力量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会达到无法逆转的地步。所以我们需要观察，尤其做一个出家人，做一个修解脱道的人，在菩提道路上应当是一切都需要顺利，不能在菩提道路上出现种种的违愿，种种的障碍，不能从中出现这些增长烦恼的因素啊。我们老子真唱的时候，在安静处的时候，在文思修佛法的时候，在跟上师和道友一起修解脱道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不注意，再不刹车，再不停止，再不控制，或者再不提心正知正念，那确确实实是非常危险的。比如我们的一个年轻人离开这个道场到寒地城市里，我估计过个一年两年以后，差不多跟凡夫世间人没有两样。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现在就需要注意，现在就能够提心正知正念，尽量佛法来调伏自己详细的烦恼，这是最关键最重要最要下功夫的一个地方。这个网络啊，它的毒品太多了，尤其是电子游戏。那它的表现有很多的，它的表现呢有这样几个方面，就是正投入游戏的时候呢，超过了自身的理智，可以不吃不睡，一直到身心无力支持的时候才下网的。但是呢，一旦有了一点精力，以欲心所的趋势啊，仍会迫不及待的又转进去。哪一天不上网，心里就会感到无所适从，坐立不安。所以说和吸毒上瘾呢，心是一样的。到这个时候呢，欲的力量呢，可以覆盖住良心，压制住一切的善心，比如励志啊、惭愧啊、责任感啊、真知真念啊、精简等等，都会埋没。古人也说玩物丧志，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呢，这个欲的力量完全胜过外界全道的力量，所以说家长再说多少也没有用了。那么讲到这里，大家应该有所觉悟呢，千万要记得不要去沾染这些东西，不然的话呢，一失足成千古恨呐。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最需要警惕的地方。同时呢，我们要把这个道理呢讲给别人听，教给别人，不要在网络当中堕落，这样来对自他都有利益。今天就讲到这里。说那么的一段讲说八年同年你陪着那本学讲几个那些话弄这本这边做年着转生
Om Bandha Sato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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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Bandha Sato Om请大家为了度化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继续讲三王和四勇收集的危害以及种种过患。实践的很多心理学专家和专家医生观察呢，常常三王常常用收集自己身心呢会得很多病。首先就讲这方面，第二个是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从修行上来讲，确实一个凡夫的众生，又是魔法时代刚强难化的众生，又是愚界的众生，又是初学者，自己相续没有成熟，在这个阶段常常上网，常常用手机挡，这样的话呢带来种种修行的障碍。第二层就讲这样，首先我们讲第一层，首先讲一个互联网狂躁症，这个呢我们讲一个真实情况就会知道。一位家长欢迎他读大学的儿子行为呢很不正常，动不动就发脾气，有几次呢还甩东西，问他有什么不舒服的，他说就是觉得很烦。这位家长呢欢迎儿子最喜欢的就是上网，一有空就坐在电脑前，不知道为什么上网之后呢就变得脾气呢很狂躁，这就是癫性的互联网狂躁症。这种病的心呢有很多方面的，比如一种就是在访问网站时遇到网络的阻塞，另一种呢就是没有网址搜索信息的时候呢浪费了很多时间等等，造成情绪狂躁的。另外呢就是近期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三分之一的人呢成人伤亡后呢感到烦躁和恼火。另一项调查表明，伤亡的人呢经常会因为电脑或者呢网络出现问题而导致暴力的行为，比如摔坏键盘啊、鼠标啊，还有呢就是损坏显示器啊等等。由于情绪呢高度的紧张，长此以往，人们呢既容易失去自信心和自我放松的能力，内分泌呢也会失去平衡，严重的会导致精神抑郁症和心脏病。所以说常常上网和常常使用手机有很大的危害性。
另外呢，就是长时间使用电脑上网胆的危害，我们再讲一下。比如电脑对人体的危害，主要有以下几种问题。其中第一个呢，就是辐射症状，也就是说电脑性皮炎病，还有计算机皮肤血液病、坏血病、血小板减少病。另外呢，就是电脑辐射诱发细胞癌变的病，生育能力下降的病。还有呢，就是电脑眼病，也就是说视力模糊的、视力下降的，眼睛呢干涩疼痛，这个叫做电脑眼病。另外呢，就是电脑躁狂症，也就是说感觉心情呢烦躁，然后呢精神呢紧张、焦躁不安，诱发癫痫。然后呢，就是颈肩综合症，也就是说颈部啊、肩部酸痛，颈部呢转动不灵活的。还有呢，就是肩周炎、颈椎疼痛啊，所以叫做颈肩综合症。还有呢，就是鼠标受症，也就是说手部麻木的、肘痛的、影响手的精细功能。还有呢，就是高科技办公室病，也就是说莫名其妙的烦躁，做事呢无精打采。另外呢，耳鸣、耳膜受损，思维呢迟钝，特别喜欢钻牛角尖，这个叫做高科技办公室病。还有呢，就是疲劳综合症，也就是说自己的四肢呢无力、疲劳麻木、精神呢萎靡。还有呢，就是电脑健忘症，也就是说过分的依赖电脑，使脑功能呢减弱，然后呢健忘、思维迟钝等等，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叫做电脑健忘症。还有呢，就是胸闷头痛的问题，也就是说电磁波、放射线刺激引起头晕头痛，导致呢呼吸不畅、胸口非常闷。还有呢，就是腕管综合症，也就是说手指、手掌呢发麻、手腕，然后呢前臂呢胀痛。还有呢，就是腕关节呢肿胀无力。还有呢，就是说会得电脑失协症，也就是说人际关系处理的非常困难，难以体谅别人，经常呢无所适从，产生严重心理障碍等等，有这么多种种危害的问题。那么从我们佛教修行的角度来讲呢，常常无意的上网散乱，或者呢常常使用手机搞一些事件爆发，或者呢一早一晚，或者一年四季日日夜夜就靠这些电话、手机啊、网络来干一些事情，对一个凡夫、对一个初学者，尤其是一个魔法时代的刚强难化的众生，又是愚界的凡夫众生，对他来讲用这些呢确确实实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障碍。那么出现什么障碍呢？我们彻底的可以讲，首先我们就讲障碍旺盛。怎么样来理解这个问题呢？我们通过道理一步一步的可以讲解。微摩诘经当中说过，信经则国土净，往生净土呢需要以清净的业来干燥的。所谓清净的业呢，就是对往生净土有清净的信心、清净的愿望或相关的修行。但是呢，使用手机、网络掺杂很多恶趣的音乐，造这些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让自己的心呢不能和阿弥陀佛、和阿弥陀佛的心咒、名号以及净土的境界相应。我们的内心呢就像一滩水一样的，水清净了，月亮的影子呢自然会显现的。如果水混浊了，月亮影子当即隐没的。所以说能不能和佛相应，关键就是心能不能清净。这也不简单了，往生净土需要临终自己能做得了住，而要临终做得了住，必须呢病中做得了住，要在病中做得了住，必须梦中做得了住，要在梦中做得了主，必须呢平时做得了主。现在翻拱自问，用手机和世间频繁的联系，或者伤亡一时散乱，自己能做得了主吗？这些高科技的产物才一启动，就会让人心呢处在不宁静的状态当中。从电脑和手机啊、
辐射出来的电子波呢，影响到身心，时间稍微长一点，身心就会感到不自在了。何况在实验室，心识失去控制，起各种分别邪念，这样喘息多了，确实内心呢处在紊乱、烦躁的状态当中，很快就会在梦境当中呢出现然悟的境界。出现这种境界，是在发出警告，这就是堕落恶趣的现象。温稳之际的心就明白了，在这种状态当中，对佛、对净土的心愿一点提不起来的。修的时候呢，根本不像你的，怎么能往生得了呢？本来娑婆世界染污的因缘也特别多，推刀心的因素也特别多，凡夫的烦恼也很强，加上呢没有力量一生成就的，所以呢才远离娑婆世界求生净土的，以往生净土来达到成佛度化众生的目的，而现在就是背道而驰的，现在希求世间不求净土，现在对世间杂染的事呢兴趣浓厚，而往生呢并没有信心和原力，两者相比，心愿的强度和时间持续的长短上呢相差千万里。打比方来讲，比如观察自己对于时间的贪恋性和对净土的需求性，在强度上呢有100:1的差距，大多数的时间就是对时间起贪着的心，难得有几分钟会想到阿弥陀佛和净土，从心里发起真正的心愿来。这样一对比，我们就知道对时间法太迷恋，是不可能往生净土的。这本来是两个方向上的事，不可能做到既贪着轮回又想往生净土。我们看净土的书就知道，求生净土的人呢，就像柚子啊流落在他乡一样，常常登上高楼，望断天涯，心心念念都想到要回家。跟这样的比喻所讲那样，心里面就想马上远离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就是监狱一样的，我的故乡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心心念念都想马上往生，马上想离开娑婆世界，必须要有这样的心态。又想吊在厕所里面特别着急想出来那样，又想在监狱里面盘着释放一样，像这样眼里娑婆世界心求极乐的心，我们有没有呢？我们不能自己欺骗自己啊，年年贪着世间的人怎么可能真切求生净土呢？在网上面极度的散乱，连受自己的心都做不到，怎么能够成就清净往生净土的三言呢？以身口意然后怎么能干得清净的莲花花盛呢？怎么能干得到净土的功德庄严呢？这在缘起上不对应的。净土要有精心干，净土最低的境界色身相位处都是清净的，处处发音旋律念佛念法念圣，没有丝毫时间染污的境界，连恶趣的名字都听不到的，何况是事实呢？而且呢在佛国呢没有女人，都是那大丈夫想或无量无边的菩萨呢做伴侣的，这样殊胜的境界不可能从染污行当中显现。现在翻过我们的状况，眼睛所见的，耳朵所听到的，心里所想的，都是染污的声色，不清净的念头啊！面对这种染污，处理的冤枉都没有，怎么能出现庄严的净土呢？厕所里能出香气吗？屋水里面能现出月亮的影子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相续不成熟没有力量的凡夫众生，使用手机和网络，十个有无爽全都是障碍往生净土的。需要这样的理解，三三暖暖当中打电话或者上网造一些业的话呢，绝对成了障碍往生的问题，同样也障碍真无本性。想求证本性的人应当呢尽量愿意使用手机和上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些接触多了，用久了，我们的性呢自然而然会陷入到各种趋向当中，这样的话呢自己的心在泛泛的欲尘当中自去的，很快制作成各种概念言论。我们这个时候呢心生染着，
在里面来打转，形成坚固的标层意识，就会严重的障碍真心的现法。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贪执正色、喜欢奚落的人，常常活在妄想当中，自觉性呢是很差很差的。其实呢，口里呢正津津乐道的时候呢，已经是妄心在用事了。是把虚妄的世界当成真实的，尤其是轮回世界的新闻呢，当成是真实的。正当心里动念的当下呢，也只是一个虚妄的意识，但是呢，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不是被自己欺骗吗？埋没心灵吗？想一下，真正有智慧的人，能观察的，能分析的，理性的人啊，完全可以了知这个本来就是虚假的，本来就是诸佛菩萨在大经大论当中讲的，这个就是业障的显现，这个就是弥勒化，这就是虚妄的，这就是一个如幻如梦的一法，根本没有一丝一毫苛求的东西存在。但是呢，总之呢，颠倒的邪念、颠倒的妄想、颠倒的习慧呢，太严重了，什么都当成真实，而且呢，跟着跑、跟着在搞、跟着来一套，自己不知道，彻底浪费将来人生报的。真正有福报、有善根的，尤其佛法有基础的人，绝对不可能天天用手机上网来度日子。他安安静静的自己家里，在佛堂里面看书，或者是一个次第次第的怪修的，不可能三三乱乱，也不可能在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反反复复出现的地方听课啊、思维法、修法。所以说，现在人呢，求别人的弹性呢很重的。但是靠自己下功夫很细心的学修佛法呢，是非常难以做到的。学佛法呢，大概大概的、略略的、粗粗的，从时间累积轮回的行为给他讲得多，他才高兴的。让他眼里娑婆世界讲一些迦南难的宿命无常啊、轮回过患、因果不续的时候呢，现在这些二十三十岁的佛法也学的不是特别扎实，讲这些他就打瞌睡。所以说这些人再去上网、再去用手机的话呢，确确实实下辈子不说往生净土，根本不探了。就连在这三区遇到正法、遇到真正的善知识，做一个出家人的身份呢，谁都不敢下界了。所以每个人想一下，根本没有希望真悟生意的本性，没有办法万法以真本来清净如来藏的面目，少分显露、多分显露、全部彻底显露，这个就没有希望了。因为你的心态非常糟糕，非常不清净，非常散乱，非常粗糙，那么怎么能出现清净的智慧，安住真无本来清净面目的状态呢？无因无缘不可能出现一个真无本来清净的本性。从这些方面以具体化的方式来讲，大家都知道确确实实是这样的。虽然需要了知，天天喜欢上网打手机，这些呢是障碍真无本性。这个问题呢，我这里讲一个别人的经历就知道。有个人呢，讲他上网和用手机的经历。他说，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每天下班回到单位宿舍，除了吃饭呢，就是坐在电脑前上网、浏览网页啊、聊天啊，还呢在论坛发言，每天都在网上面，至深夜，有时候呢，甚至到第二天凌晨还没有下网。有时候呢，也觉得上网没有意思，但是呢，已经太习惯上网了。只要待在房间里，就不由自主地往电脑前坐了，然后呢按电源开关，点鼠标上网，日复一日，时间就一天天在网上面荒废了。用手机时间长了，每天都有很多电话打进来，或者呢短信发过来，或者呢自己给很多人打电话发短信。又是呢，一天当中呢，手机搭在书上的时间呢，比揣在兜里的时间还要长的。有时候呢，几个小时没有接到一个电话或者短信，就会觉得不习惯，心里呢很盼望能接到什么，时不时的把手机呢掏出来看一看，或者呢主动的给别人打个电话，或者呢发个短信，心里呢才会安一些啊。总之呢，全天当中，心呢始终吊在手机上。这是一个可靠的佛友，他讲他上网和用手机的经历。那么像这样的心事状态，不用说真无本性，连成就真上身也不可能的；不用说成就真上身，连做一个健康的人也不可能的。有一段盘山语录这样说：修行人最忌他
谈论别人的长短是非，乃至一起和自己无关的十件事，口里不可说，心里不可思，口一说，心一想，就是蒙昧了自己啊。如果是专门粘性的，常常找自己的故事，哪里有功夫管别人家里的事，翻身睡过，自是不动心。同样我们需要知道，天天上网，天天打电话，障碍福德和智慧。也就是说，我们在学佛之前呢，已经造了很多很多的罪业，做了很多很多不干净的行为，所以说心底已经受了很多的染污。很多人在很多时间当中呢，罪业的阴影呢还蒙在自己的心头。所以呢，一个人在开始学佛之后，或者呢到了清净的道上出家修行之后，需要很努力的积累质量才会业障，只有长期坚持做，才能让自己的心相续呢逐渐逐渐的清净。如果心地清净了，才可能开发清净的智慧，领会到深深的法义。那么现在不好好积住精藏，却走到肥力的道上，贪恋红尘，喜欢和世间人来往应酬，坠入红尘里的迷乱，这样呢，智慧让心呢越来越乱，越来越糊涂。不用说开发清净的智慧，恐怕智慧在愚尘当中越迈越深的。所以呢，心地清净才能开智慧，一头埋在深色里面，会变成一个低等的人。那么我们观察一下就知道，旁生的业障很重，他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活动，比如吃啊、喝啊、心咒啊，或者呢生育后代。除此之外，生一点的问题啊，他不会思维。远一点的事情呢，他想不到；深广的道理呢，他领会不到。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他的业障太深重了，业力把心呢长住了，让心事呢变得非常迟钝。我们人也是一样的，当业障特别深重的时候呢，简单的问题思考不了，昨天的事情呢记不起来，甚至刚说完就忘记了。以这样的状态，只能做一点点体力劳动。现在看，一个修行人在往上面散乱惯了，心里呢就难以集中起来，会出现心事错乱，记忆力呢严重衰退的恶象，这就是违现的现象。这样发展下去，怎么能开清净的智慧呢？绝对不可能的。这是从障碍智慧方面讲的。然后我们从福德方面来讲一下，我们要体会到，我们努力的做善事，忏悔自己的罪业，心清净了，安心了，福德呢就是在增长。这也不是空口说的，要诚心诚意的去做。但是接触不清净的东西啊，邪念就起来了。那么以无意义的说话讲是非，心里散乱了，在网上浪费时间，消耗精力呢，这都是在损坏福德。所以呢，千万要注意，心乱了，福德也就没有了。分别念动堕了，不干净的心思积累起来，会不断的发生作用。如果没有及时的净化，那么堆积在自己的心里，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就会起很大的负面作用，让自己的心呢狂躁不安。久而久之，心态越来越乱，最后呢成了病态，多到很低的层次。经过百次牵制之后呢，心相续就被毁坏了。那么这些人呢，连做人的福德都没有呢，在先世无法做合格的人呢，在来世呢沉沦在三恶趣里面受苦。所以呢，你们需要知道，不是相互认，一切都是呢缘起生，负面的缘起呢积累多了，作用凸显出来，就会多得很深。在沉重的烦恼业力支配下，怎么能再得到下难人生报呢？人生是此无界心失散得来的，贪嗔痴的迷乱有哪一种是善业呢？所以说，初学者如果想保护自己增长富贵，那么首先务必要远离这些杂染的来源，在尽量清净的状态里呢安住修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否则的话，你的清净的福德质量和智慧质量是没有办法升起来增长，没有办法真正放下一切杂念，断除一切烦恼，远离一切散乱，在心相续当中呢，一心专注修佛法的机会呢，就根本没有。
还有呢，我们需要知道，喜欢上网天天散乱的，或者天天打电话的人呢，多种相应，偏离人生的正轨。也就是说，在网络上面很多游戏就是让玩游戏的人扮演角色的。比如在游戏中是一个国王，拥有自己的领土、大臣、百姓、军队、王宫，数不清楚的财富以及美女，或者呢成了一名军队的统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指挥军队、建造军事基地、指挥一场战役，或者呢他是一个武艺高强的无所不能的宇宙战士，一个人呢消灭了成千上万想要毁灭地球的魔君。总之他在虚拟的时间里是一个国王，是一个统帅，或者是一个英雄，是一个富豪的，获得了极大的快乐和满足，而且呢非常执着那种满足感。他呢不能面对在现实当中自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没有钱的，没有地位的，没有名声的，为生活呢奔波劳累，包括在单位里面向上级低头哈腰啊，或者呢回到家做各种繁重的家务，现实生活的落差太大了，所以呢他不适应，他要逃避的，他呢不希望活在现实当中，他呢喜欢在虚幻的世界里成功，这样他呢越来越不愿意离开网络，越来越严厉现实生活，最后呢沉溺于网络，把自己呢彻底毁掉了。这就是一条邪道，完全呢偏离了人生真唱的轨道。其实呢我们人呢只有活在责任和义务当中，才能心安理得，只有呢信心积累富贵资粮，才能得到提升。有励志的人呢不应该活在邪色妄想里面，我们要注意到在玩游戏的时候呢，刚刚把自己看成游戏里的一个角色时，心神呢就已经开始错乱了，后来呢越喘息越深，堕在相应里出不来的，这就是着魔的表现。那么以这股魔力，一个人忘记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而因果的规律是哪样铁面无私的，没有尽到责任以及义务，就是在遭罪业，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久而久之呢良心彻底埋没了，做人的资格也就失去了。还有呢就是常常上网刷游戏啊，或者上一些非法的网站啊，或者是三三乱乱当中上网度日子的，或者呢天天用手机放下文思秀干别的事，那这样的话呢我们需要知道，依靠这个呢绝对摧毁正见，绝对增长邪智。这个问题怎么理解呢？我简单讲一下，我们学习因果就是要努力产生因果的正见，然后呢培养自己的先善意乐，也就是对善的崇敬心和欢喜心，对恶的严厉心，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就能断恶行善，做一个好人。但是呢在网上总的邪见的度会把这一切从根本上摧毁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网络游戏里啊会散布很多很多的邪见，比如暴力至上啊，崇尚黑社会啊，征服世界啊，在暴力的网络当中呢成立久了，就会变得善恶不分，人对善的欢喜以及崇敬心，对恶的怜悯心呢会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麻木的，这样就会毁坏善心意乐，断灭善根，而且呢不单是毁坏善心，还会坚固邪恶的心态。这里要知道一点，就是我们所有的心理行为都是在喘息之后养成习惯的，那么好的心理好的行为方式呢能够利益自己，能够利益别人，随身解脱成佛的，坏的心理坏的行为方式呢自会害自己害别人，随身生死轮回，随身善恶去的。会不会这样呢？我们举例来说明一下，在网络当中呢有它特定的行为模式，比如有些游戏内容就是比赛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用暴力消灭对方。正当你玩游戏的时候呢，你的心神呢已经在认同用暴力把对方消灭，经过多次喘息之后呢，这样的行为模式呢就会在自己的心中固定下来了，到了现实生活当中呢不由自主的就会按这样的方式对待友情的。所以说玩这种游戏的结果呢没有任何功德，只是阴身成欢性，先行暴力的行为，
回怀背心，回怀菩提心，回怀菩萨戒的。有的人说我并没有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其实我们需要知道，你是没有六欲，当你最初一念对这种暴力方式随机的时候，这种心念呢已经和大乘的心态呢完全相反，已经开始在迫害菩提心了。等到这种心态坚固的时候呢，已经成了严重的一个障碍，可能连菩提心的气味也没有了。然后我们又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在网络游戏当中啊，心里呢认为我胜利了，我把它消灭了，我成国王了，我是最大的国王啊，我消灭他的速度是最快的，数量是最多的，我拥有美丽的王妃啊，等等不可思议的贪心烦恼等增长了。那么我们大家听听这些心里或者呢口里的预言，这是在增长什么？是不是增长我执？是不是增长烦恼呢？是不是增长贪嗔？是不是增长傲慢呢？这是修行吗？一个修行人应该这样让自己的心识颠倒吗？这样一分析就彻底明白了。或者呢，在网上呢有种种的娱乐、利用、购物、炒股等等，看到这些呢，心里就生贪心、感兴趣，这是增长对轮回的贪执，完全和解脱相悖。我们好不容易通过思维痛苦压服了一点乐子的颠倒，但是到了花花绿绿的网上世界，心呢又想喝醉了，就一样颠倒了。所以说这就是回怀处理性的大违愿。总而言之，大家认识到用受戒或者常常喜欢上网危害性很大，有很多过患，认识了这些之后呢，应该做出坚定明确的取舍，为了自己这一生修行成功，发愿远离修行的违愿。今天就讲到这里。所能的一等将受八年同年你别转那本事将几个能去万龙之法这边做年着生。Om Bandar Sato Om Bandar Sato Om Bandar Sato